你们来了，哎呀，紧张死了。
给他，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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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他。孟欣，这孩子到底是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？不行，我得上去问问他。小雨，我知道你想要什么，想妈妈也能理解你的心情。大伟是无辜的呀，孩子呀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向妈妈所做的一切。这边走，走啊！杜可可，我可告诉你啊，我不管你是谁，今天我姐被人求婚了，你要是敢破坏，就是不行。我也告诉你，你姐这是第三者插足。第三者插足？你说的什么呢？我姐认识李大为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可是姐喜欢李大为，这次回来我就是要和他相亲的。那你也得看看人家喜不喜欢你呀。怎么，他喜欢你？他跟你说他喜欢你了？他喜欢我？我呸！他要喜欢你，那今天站台上的人怎么不是你啊？我嫌那上面大灯泡的刺眼。哎呦喂，我可告诉你了，我姐不嫌啊。孟晨，干嘛呀？你还我手表。我不，你给我摘下来，扔下来。不是，你把我手表摘下来。我急着在台上帅不帅，帅不帅啊？你李大伟怎么了？我要杀了你。大哥，大哥，碎了。大美女还没睡呢，我可累坏了，我先睡了啊。哎，别别，嗨，我要夸你啊，今天的事情做得还不错。你是指哪方面呢？你急中生智买下璀璨之夜呀，这个钱该花。如果让王希买了去，那媒体的影响可就太大了，就等于给庆达集团挤上天花了。这个不是应该的吗？那是你遗传基因好。你为什么会突然想起向一个普通女孩子求婚呢？我觉得这件事情做得太仓促，太不体面了。虽然呢转移了媒体的注意力和焦点，但是以后啊，对这种婚姻大事可不要再开玩笑了。哎，我这可不是开玩笑，我这认真的。别闹了。我没闹，我说真的。我向雨桐的儿子怎么可能这么随意的订婚呢？忘了这件事情吧，这只是一个节目，不要太放在心上。我问过刘小雨了，这只是你谋划出来的一个节目而已。哎呦，刘小雨这叛徒哎！行了行了行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回去睡觉去了啊。叛徒啊！